又找到一个组合。One。目标是最左侧这个方向，打丢了。但是这个走位走的并不是很成功。哎，刚好有进。Nine。黑球地带也有进。中带更容易连接。17。刚才那个黑球的角度留小了一点。25。这样好像。高冠一库走最右侧这款。他刚才黑球。Top 29。好，看样子这个刚刚好，这就是他厉害，他就能做得到。46。但是这有些技术的体现，就是体现在这些关键点的这种交位的。总会要拿到70多才能够超分啊。54。斯诺克减了，拿了22分走了，23分走了啊。而且得分要得的更多一点。62。若不是。45。70。78。哦，蹭了一下，漂亮。85。好啊，刚刚好破百啊，不一定啊。92。再好，黑熊。厉害。102, 105, 109, Judd Trump, 109, and the frame. 好，单杆109分的破盘。第一上来再看黑球的进球，这是什么？看见对手发挥好了，手感上来了，认怂了啊！有，看这个防守失误能出大啊，出大错了啊 ！One， 单拆啊，现在是他的强项。你看这很顺利的 ，Seven， 去拼一下这黑球的交位。15。现在球星这 跳了。23。选择找篮球。如果选择粉球去打的话，粉球现在后来就会放在球堆的正下位置，自然这个右下角 K 球堆是跑不掉的啊。K 一下。29。看好了，这粉球的中带。
现在是这手风顺了啊，怎么打怎么怎么打怎么。的位置再走多一点就是双降了。44。57。现在离超分多进一套场。而且现在这个球星局面是还有继续能够有单降的、啊。64。啊，走粉球角度中杆啊，中低杆啊，点开，来了。71。罗不屑啊，打了三杆破了两个七十加两个五十加，今天这小特看样子是是。86。左底大家都发力的也都出来。94。黑球。过来了。102。现在破板高与低都差不多了，所有的破板就只是破板了，没有单杆最高的竞争力了。109 on the frame。 两杆破板，凶狠的不知道。开球有漏啊。哇、哦，轻松啊！轻松，手感已经完全的打折了。力度过了一点点，脚步空间都解开了。左侧一库。开始打了开。12。这个是比较方便的。配一个半球往上走啊。可以过得来。20。好像也还不错啊。往左侧开。手感真是爆炸了啊！这球印也算是大啊，只要不挡住了，哇，手感爆炸！对，只要不挡住了，它的角度大一点、小点都有救。29。还是不太舒服，这三次。没打进，实在是太难了。1。点球思路给观察过了啊。粉球点位是可以摆得下的啊，但离中间红就比较近。一旦是摆上去，他这个母球控制有问题啊，进没进啊？1。就是他收着角度打的，他如果想打薄一点，母球他会往球。
17. 粉球中带咬。24 52超分，可以，有可能可以走得近一点。等会儿，看着真虚。38，哇，这杆厉害，中高杆灯的反赛，这 trump 45 and the frame 是